我现在要去那个染头发了，去染头发吧，穿上袜子，拜拜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总是需要不断的更改自己的头发，这次又要去染头发。因为堵车，所以说选择骑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气温降低了，抱着不怕淋雨不怕感冒做什么都可以长命百岁的心态出发，但似乎好像低估了这个小雨的威力呢。我坚信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所以说我没有锁车，当然他也没有锁，然后把它停在路边去染头去并没有丢失小车。今日事今日毕，好了，明天再见吧。